这回是了，这帮人穷凶极恶，舒姑娘不必涉险，我去即可。亚楠，你留下，康桥就跟随车队，我另有重任托付于你，会很凶险。 灯下黑，这伙人当真艺高胆大啊！大人果真名不虚传，水鬼劫一案就这么破了。谁说破了？柳神捕，传令下去，马上调集人手，今天晚上收网。是。 听到了，蜘蛛藏在湖内一座画舫上。我说好了，就等你一声令下。好，魏爷，再等等他。等什么？就南都府衙那帮废物能料到这个？你别什么都草木皆兵。你别忘了，就是这帮废物冒着被罢官的风险，借出了修士禁令。依我看，即使舒姑娘带回消息，也未必。情况有变。 果真如你所料，官府的人也在盯梢，并一路尾随车队，跟到了码头。趁着夜黑，抢在那帮废物之前拿下画舫，那10万两银子，本来就是我的。等一下，若是寻常官差也就罢了，来的是江南神捕柳公权。 刘大人，眼下那只蝉就在湖上飘着，咱们这黄雀是埋伏好了。葛螳螂似听到了动静，今夜怕是不会来了。说来也怪，这公子萧雨墨不凡，分明也是冲着画舫去的，临到关头，却匆忙撤走了。不稀奇，我刚到湖畔时便发现有高手尾随。 那叔何不出手擒下那人？兵以利动，我若没十足把握，又会打草惊蛇，自然不可出手。想来那尾随者应是公子香麾下。这样也好，至少能将那群狂徒一举拿下，只要人赃并获，此案也算了结了。哼，结了吗？ 眼睛，这儿的船我们征用了。